爸，今天吃什么？我们今天吃英式的鱼派。今天选用的是台湾的虱目鱼，然后用英式鱼派的做法。这是虱目鱼的菲力啊，没有刺，没有油。哦，没有刺啊？对对，没有刺，但一条鱼只有两条菲力。鱼菲力，两一条鱼只有两。那是可以先吃了，不行啦。首先我们调味哈，哎，阿瓦在，盐撒在上面，轻轻撒在上面可以。好，那再给它一点百里香，一点风味。水滚下马铃薯，对，大概15分钟左右。啊，清蒸，但是你不要盖子，因为那个这里面淀粉质很多，会扑出来，会冒出来，盖子没有很久。好吧，我压泥哈。哇好爽啊，无聊语吗？我决定要去买一个那个压泥器回家了。这方面有谁讲？我们现在来做那个地梅尔酱，两个1:1混在一起就叫 RUS。那你稀释8到10，或8到12，就是那个 bitumen。12到15的，对，12左右，那个就叫敲打。加牛奶，分次加，搅到它融化。对了，它这个就叫菲梅尔酱，这个才是重点啊。对，分析啊。乳酪全部给它下去，分两次哈，两次哦。面粉在煎，它水分很多。对，有点像炸的。薄薄的就好，不要太厚。有点像炸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对。鱼菲力。再跟洋葱让它进来拌炒一下啊。好。可以吃一下颜色。好。再来青花菜。这都熟了嘛，那我上面只要烤出我要的颜色就好，味道是融在一起就很好。那马铃薯烤过以后比较香。这15分钟多煎熬。我跟你们那个鱼的香味，对，配上那个碧梅尔酱，碧秋梅尔，它那个鱼有点咸，然后配上那个碧梅尔酱一个温和的味道，加上这个马铃薯。嘟嘟啊，还吃得到一点点菜的那个脆度，真的美味，在家真的可以做做看。我们谢谢春爸，好，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英式鱼派，谢谢各位。我们要吃好，装起来，不要浪费。哦，我在水里头给。